你是何人？什么怪物？你说什么？你是新进府的丫鬟？是啊。是何人选你进来的？竟长得如此之丑，是眼睛瞎了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哼，本王说你长得丑。我生平最讨厌别人说我长得丑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不仅长得丑，还不知廉耻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勾引本王，简直令人恶心作呕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做了。 你无耻。对，本王就是无耻，整个京都都知道本王无耻。对了，本王已经向父皇禀报，特意封你做本王的王妃。